大家好，我是 Boris。这条视频当中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我这样一个大龄单身的男中年，是如何第一次提交申请就取得加拿大学习签证的。那我录这条视频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想给自己留下一段记忆；第二个呢，本着投资以桃，报之以李的想法。因为在我申请学签的时候，我也非常的迷茫，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以及要准备哪些资料。首先我要感谢互联网上广大的分享者，无私的分享者，正是他们的这种分享，让我获取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那这个视频呢，总共我做了6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这6个部分的概况。第一个，关于我的个人背景。我今年呢37岁，我申请的专业是加拿大一所大学的研文。我本身从事的是财务相关的工作，我之前有很多年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经验。那目前呢，我还没有考取雅思。很多人可能会问，像我们80后这样的中年，为什么会有想出国留学的想法？其实这算是一个梦想吧。我第一次产生留学的想法是在2018年的10月份，机缘巧合之下，我是在知乎上面看到一位大神分享他关于旅转学的一些经验，之后呢，我就申请了加拿大的旅游签证，当然也是我自己 DIY 的。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坚持学习英语，我一直都是自学，我在某 APP 上连续打卡了有700多天，虽然现在英语还是很差，我还是需要不断的继续学习。那2019年10月份呢，我去了一趟美国，然后再沿着整个美西转了一大圈，从此让我对北美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希望能够去北美留学，丰富我的人生经历。那在我们申请之前呢，我们究竟需要准备些什么？其实，这也是很多像我们初次申请留学的，不管是大龄也好，还是适龄的年轻朋友也好，都会有想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准备些什么？像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可能想着说自己 DIY。那么在 DIY 之前呢，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搜索真正有用的信息？互联网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在网络上面。我们如何去取得真正自己想用的信息？我们究竟要不要找中介？其实，在我申请之前，我也咨询了很多中介，我把我的情况跟他们一说之后，他们大部分都说我是没有机会的，也不太愿意接我这样的 case。也有中介愿意接，但是收费非常高，我也支付不起那么高昂的申请费用。最后一个呢，我是想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有没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什么是有用的信息呢？我觉得官方网站是真正有用的信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它的很多的一些条款在官方网站上面列得非常清楚。像我的英文基础不是很好，所以我每次可能通过 Google 翻译或者查字典，慢慢的去理解消化官方网站上面所提供的信息。其实需不需要中介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足够了解我们自己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打个比方，就是如果你连 PDF 合并文件都不会怎么做的话，然后你也不愿意去学习，那么我觉得你并不适合 DIY，你肯定必须要找一个中介，至少中介可以帮你把文案类的工作给做好。所以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我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要足够了解自己。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之后呢，我们可以做出决定，究竟需不需要一个中介来帮我们搞定这件事情。那第三个部分呢，和大家聊一下如何厘清我们所需要的文件资料。以下4项是我们申请学习签证必备的4份资料：身份文件、英文能力、学历，指的是你目前的最高学历以及成绩单。有了这三个前面3个文件之后呢，我们最后可以选择我们心仪的
大学去申请一张 offer。那这张图片里面呢，左边是一张无条件录取的 offer，也是你申请学签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份资料。那我为这张 offer 做了哪些准备呢？第一个当然是英文，英文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英文能力的话，就表示你并没有能力能够在加拿大完成你的学习。第二个，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在 LinkedIn，中文叫领英，建立了自己的职业档案。LinkedIn 是一个类似于国内的51job 之类的求职招聘类的网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这个网站，所以当时就注册了。这么些年，我也一直在上面更新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我取得了怎样的职业认证啊，我取得了怎样的证书啊，我都会做一个更新。LinkedIn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和很多机构有合作，比如像我了解的，因为我的工作要涉及到很多的 Excel，LinkedIn 和一个叫 CFI 的机构有合作，CFI 提供很多关于财务数据分析、Excel 之类的认证。我通过 CFI 呢取得了 Excel 的高级应用认证，同时这个证书是可以连接到你的 LinkedIn 的档案的。那你建立了自己的中英文职业档案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们申请大学 offer 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提供一份简历的。那英文的简历和中文的简历其实从格式还有排版，包括内容上面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于我们没有国外工作生活的经历，我们其实是很难了解到的。但是通过 LinkedIn 我们是可以建立一个看起来比较专业的英文简历的。那有了这份简历，加上你的身份证证明，加上你的最高学历证明，加上你的英文证明，你就可以申请到你想要的学校。当然，你跟学校之间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是通过邮件。像我取得这张 offer 呢，我前后花了1个月的时间。同时，我也要感谢这个学校的一位招生官，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第三个呢，是我们，当我们选择留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专业？你选择的留学专业一定是和你的职业相关的。至于有的朋友说啊，我在国内是做律师的，但是我出去想学烘焙，其实也可以，但是这就会延伸另外一个问题，在此我不做讨论。以我的经验，你选择留学的专业和你目前从事的职业是要相匹配的。那么你要如何去了解你想学习的专业在英文里面叫什么呢？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一些信息偏差的，比如说，像我从事的财务工作，如果我按照会计这个专业去寻找的话，我可以找到会计对口的专业，但是我们国家和加拿大的会计法是不一样的。那我在加拿大学习了会计之后，我回国就业，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帮助。那我是来如何匹配我留学专业和我目前职业的呢？下面有4个步骤。第一步，大家可以登录 Job Bank 这个网站，在职位计划里这个功能模块去搜索你的想要学习的专业或者你的职业。打个比方来说，你可以选择财务经理，然后你再选择他的教育的等级，最后你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职位的要求是什么，会有很详细的解释。那我们在这个网站进行一系列搜索之后呢，我们可以尝试着问自己3个问题，就是第四步所提到的。请注意我用明黄色标注的这两个细节，这3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后面写学习计划当中去用到。这也是很多人不清楚、很迷茫，学习计划究竟应该怎么写。这一个部分呢，是我自己总结的3条逻辑线。那第一条呢，是关于你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包括你的学习以及工作经历。第二个就是你的财力证明，你如何证明你有足够的财力去加拿大留学？第三个呢，是你的家庭联系。第一个工作学习的经历，那么从最开始的我们在大学学习的专业，以及我们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这两者之间有没有绝对的联系？如果没有，我应该如何去解释？那工作之后呢？我有没有尝试继续学习？比如说考取你跟你职位相关的一些认证、一些证书。如果有，这个是加分项。最后就是我目前是不是有工作？我目前的工作状态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财务支持。
那我们的工作收入是多少？收入要如何去证明？第二个就是你是否有固定资产，房产呐、车产呐，甚至有的人可能有商铺啊。第三个部分呢是理财投资，包括股票，在支付宝有买基金，这些我都会都算作是我的财务资质。第四个部分就是你的个税及你的社保，个税和你的收入呢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绝对的逻辑关系？同时，收入和社保也是有联系的。对于社保和个税的话，现在在手机的 APP 上面都可以直接导出带有印章的证明。最后，我们将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财务证明进行汇总，我是做成了一个表格的形式，一二三四五六七，表格下面我用文字的形式去对我的资金逐一进行了文字性的解释。那第三条逻辑线呢，是关于你的家庭联系。像我的话是未婚，对于我个人的家庭来说，我实际上和国内是没有太多联系的。但是除了自己的配偶之外呢，你还有父母和子女的联系。对于我而言，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我母亲一个人独自生活，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我母亲对于我而言是国内最大的联系，因为我是要给她养老。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进行了一些证明，包括我提供父亲的死亡证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证明。如果像有的朋友是有家庭的，那么你现有的资产状况与家庭关系的联系是怎样的，你需要去证明。然后就是留学期间的支持，对于我而言，我所有的留学资金都是由我自己来负担的。那我所有的这些资金呢，都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积累。我在上一个部分已经聊到财务支持那一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那这条视频呢，我就录到这里。那下一步呢，我会给大家来讲一下，提交的程序是怎样的过程，以及我们会看到哪些页面。